啊？你是不是破坏我的破箱呢？嗯，咪咪呀，这个犯人，犯人！木曜四超完，主持群之一的日籍女星阿布玛利亚近日晒出一段影片，影片中的她养的爱猫牛奶糖搞破坏，将她的扩箱摔碎，语带无奈的她抱着猫咪，但猫又太可爱，让阿布玛利亚无法真的生气，还不自觉嗲声起来，引来网友关注，看了纷纷热议，我没了，想当那只猫，是我也生气不起来。咪咪啊，你是不是破坏我的扩箱呢？嗯，咪咪啊，这个犯人，犯人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江文雄，是由包厢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盛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欣宜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